明中圣上帝，我们的神经在等待前，我想为一些天主，但是教你又说天主有三个位格，究竟三个定一个，为我的永上的人来说，真是一种苦难，苦难的作用。我们怎么可以解释天主是一个，但是又有三个呢？于是连我们的传统可以很简单要以这样解释，是一个奥秘，但是这对于是假的，或者是头会不想讲关于圣三的借口。事实上真的个奥秘，因为是超过我们可以明白的。正如有时当我们以为就那些人的行动就会可以认识他多一点的时候，立刻会发觉不是人人都是因为心理原因，有人没人可以完全明白人的心内心深处的实况，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无惧。同样令我们都能够完全了解我们自己一样，如果在世上的东西跟我们自己都是无惧，我们就面对所有的受造物都同样会遇到有煎熬幻想的境况，无论如何我们会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都会遇到有一些天主教会教会明天的在圣经就有些地方告诉我们知，在我们的福音里面都耶稣叫他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求他们洗礼。我们的天主是三位一体，关于天主当然是要透过圣父、圣子同埋圣神的启示，我哋是可以明白嘅。圣父就好似我哋见到一个充满爱嘅父亲咁样，佢系拯救者，俾咗我哋生命。世界一切的美善都是来自天父的，他是一个关乎我们一个未等浪子回头而且完全地原谅了这个败家仔的圣父，他是真理之父，是爱到正义之父。如果我们细心地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会赞他、感谢他。圣子就是天主那时来到这个世界生活，替我们
當中，佢降生嘅昔日，我哋可以喺度聽到同我度嘅天主。當耶穌自願病嘅，以及弱小嘅人同罪人就同嘅時候，顯露出天主對我哋嘅愛。即使天主被他所有的拒絕，去到繼續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的路，到永恆的生命。聖神就是耶穌的聖誕，賜給我們的護衛者，他會帶領我們去工作和福住，無論在醫院、在家庭或者學校，在照顧病人、弱小的人、被攻擊的人或者孤兒的時候，這一切都是聖神透過我們所做的工作。總之見到有真愛，見到就有聖神嘅聖神喺度工作。雖然我哋仲未完全明白同了解聖三嘅奧秘，我哋更加需要透過聖經認識多一啲關於天主嘅嘢，咁樣就可以令我們走近天主一點。還有我們要每日敬重天主，以祂的形象去愛人，就算我們的內心被人忽略或者沒人回應我們的愛，我們都要努力效法天主，無條件地去愛他人。